然后接下来呢，有请 BB 给我们来公布第二轮竞演曲目了。第二轮要唱的是《密友》，请看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BB 到我们的竞演门内就位。好。第二轮竞演现在开始。所以赶紧按下相应的号码，抓紧时间，各位周笔畅在几号门就投相应的号码。投票结束。对着窗看到他有说有笑，对着窗看到他有说有笑，我靠近BB， 也要欢迎我们两位我们的魔唱歌手哈，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，大家猜对了没有啊？哎，几家欢喜几家愁啊，哎，马松一直在叹气，显然你是没有猜对。
对，因为我跟周笔畅也是很多年的朋友，他很多专辑都是我帮他主持的，我怎么可能对不出来？我选的是二号，猜对了，耶、yeah ！我选错了，我选的一号。之前你的歌我听过，其实你的那种情绪是往外释放的，然后你现在的情绪是在字里行间，在内心里，就是声音越来越走心、哎、你这个调性很像黄国伦老师、啊、我完全同意他说的、啊、你收徒弟了对不对？我听的也不是歌声也不是气质，二号在唱的时候我知道他在对我放电，他放电的讯息在告诉我说他是个顶尖的歌手。只有顶尖的歌手跟一般人差别在哪里？因为顶尖的歌手常常进录音室去磨练，所以譬如说最高那句怎么唱，做好朋友。顶尖艺人他进录音室磨练的时候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都会交代得非常清楚，但是一般的我们可能在 KTV 里面唱多了，做好朋友，他就一般人就是这样唱，但是艺人进入录音室磨练之后，他就会做好朋友，听到差别了吧？刘维，我感受到了故事，因为12年前我曾经跟比比在一个晚会上一起合唱，当时前面那个是吧？对，不得不爱，然后前面正好唱跑调了。这时候我们俩就开始说怎么办怎么办，这个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天籁和含有故事的嗓音完成了这首歌曲。来一个，给你一个小机会跟 BB 再续当年12年前的合唱。来来来，对，我们先把舞台让给他们两个哈。当时我记得我们还牵了手啊、嗯、是这样，这是真的，是真的。那牵一下嘛，不不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我不牵手。我有个办法，我有个办法，给我个珀莱雅，对，每人拿一点点珀莱雅就可以了，就假装牵手有联系了啊。好，那你比比你来起一个 key 好不好？因为你是顶尖音乐人。刘维，你太事儿了。天天都需要你猜，我的心思有你猜。I love you， 我只需要你，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话挂嘴边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， 我只需要你，不会死对吧？人就想更快。因为没有当年唱的好了，就还有点害羞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公布票数了哈，我们两位魔唱当中呢，有一位票数相对较低的那一位就会离开这个舞台，到底会是谁呢？来，有请三位回到竞演门前，九尾。首先，我们一起来看二号门周笔畅，100票，他会获得多少票呢？二号门，请出票。BB 获得了啊！首先，我们一起来看二号门周笔畅，100票，他会获得多少票呢？二号门，请出票。BB 获得了啊！37票，这比上一轮低，这比三分之一多一点点而已啊，也可以这么解释啊，多4票而已啊，又可以吃饭了，这危险哦、哎！这说明很有可能我1号或者3号他的票数会比本人高，对，有这个可能性，而且还很大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同时来公布1号和3号这两位的票数，1号门、3号门，请出票。49票，3号13票，来有请三位。BB， 我们去吃饭吧。吃饭了，来这边，我们要恭喜一下我们的一号获得了49票。天哪，怎么这么厉害？来撕下名牌，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。
大家好，我叫张雅迪，今年22岁，我是好久不见周笔畅。你本身的声音还挺有魅力的哈，跟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好久不见周笔畅。因为我跟 BB 曾经有过一面之缘。哦，曾经是多曾经？是8年前在广州，然后你办了一个那个周笔畅模仿大赛，当时我是拿了冠军。对，哇，那个时候我才14岁。14岁参加周笔畅模仿大赛，当年就拿了冠军，然后见过周笔畅，今天又是冠军，今天又是冠军，所以就觉得跟 BB 很有